嗨 ，Hello，Hello， 温三奶很好。对啊，对啊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子。我想大家喜欢看我们舒服跟生活的那一面。嗯，我们那么狼狈，满脸汗，头发又乱，谁要看？对啊，对啊，不会有人想看的。没错。好，来这一关要进行久违的益智实境大惊喜。哦，就是徐新阳跟黄璐瑶要轮流 call out 给明星爸爸啊，然后你要讲两个字的线索，让爸爸来猜出谜底，限时两分钟，猜出较多的获胜，那其他八位就是进行压注，获胜的跟压注正确的就可以拿线索跟吃东西。好，那现在要好，所以是要压注，要压注哦，压奶哥，对，举手，举手。好，那什么？好，好，那好，确定了，黄璐瑶，确定了，那是西田哥的，选西田，选西田哥，选西田哥，对，要选西田，要西田哥啊，好，要西田哥可以啊，你确定？可以啊，西田哥 ，OK， 好，希望给西田哥，哎，你们跟奶哥 PK， 是男，只有我一个人要西田哥，对啊，你们没有人压，你根本都没有良心啊，你们真的太过分了啦，奶哥很会玩呢。你一个人撑住就场面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个人吃，对，给陆瑶做，支持一下西田爸爸。对对对，我支持西田哥。好，那我们就上装备，然后 call out 了。call out， 好 ，OK OK OK。好，新阳先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请新阳跟爸爸连线一下。哎，奶哥，奶哥，哎，奶哥，奶哥好，奶哥，伸我的手。哎，你，新阳，你在录影啊？对对对对对，跟你玩游戏。好，新阳，因为我们离比较远，所以新阳你跟爸爸说规则。我要给你一点提示，然后你要猜。我会先跟你讲几个字，我只能讲关键字，然后我们时间内猜越多越好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压住了你们身上。多久？两分钟，两分。来，我们只有两分钟。计时开始。第一题，专长运动两字，游泳。好，对。三字，商品，食物，食物，你的，长的吗？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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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拌面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四字，四字，四个字。老婆，职业，老婆职业，空中神。哇，对对对对对。两字，戏剧，戏剧。琼瑶。婉君，哇，他都想到你了，撞墙，四个字，麻将，麻将，补花，杠上开花，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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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杠上，什么什么不要讲话，胡了，杠六秒七迈，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有时间限制啊，四字，好，不搞，四个字，对，杠上开花。不对，海底自摸。不对，不对，那就下一题，下一题。pass。五字，五字，五个字，对，我知道。赌博，赌博，游戏，刺孙百家乐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先 pas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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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s。OK， 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劈腿，劈腿，五个字，什么什么什么婚外情啊？笨死了，笨死了。五个字，婚外情的，外遇嘛，剩下三十秒，外遇，哪一个？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三个字，人名，荒谬，荒谬，对，男的女的，男的，男的，雅雅，有，雅雅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笨死了，笨死了，笨死了，怎么猜不到呢？七个字，歌曲，三，二，七三三九六七 ，OK。歌曲他可以马上说出七五三三九六七啊，可是你们两个的默契已经太厉害了，很多题都是只有两三个提示了。你刚刚晚期那个也很扯啊，琼瑶戏剧，然后就晚期。其实最后一题是最扯，对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五三三九六七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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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谢谢，谢谢奶哥，谢谢，加油，好可爱哦，棒哦，哎呀，其实。赶快被淘汰。抗议！拜拜。
GT。你有压力大了，你走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还没完，不一定。你唯一看好的，没有，其实跟你默契。女儿的心哦，爸爸会比较想了解，会更认真。我用他的思维去解释看看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请路遥来跟爸爸连线一下。好，谢。齐天哥，嗨，齐天哥。我在饥饿游戏，然后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那我等一下就是都讲两个字，两个字的提示，然后你就看你可以想到什么，你就讲出来。然后我们要抢快哦。两分钟，两秒吧。计时开始。两字，草地。草地。哎，你要猜什么？草地。主持，节目。草地上演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哎，状元，哎，对对，三字，三个字，名次，三立，戏剧，戏剧，电视台，婆妈，啊，婆妈，三个字，晚餐，时间。时间戏剧，喂，这边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。八点档。耶！三字。三个字。不能讲，巡回。巡回。表演。表演。三个字。啊，讲到演了，下一个。不行，好，来。好。五字。五个字。五字。歌曲。歌曲。炳辉，成名，流浪到淡水。啊耶！啊耶！对，流浪到台北。三次。对啊。戏剧。节目。一只手指不太好看。快点！上台，光荣。上台，光荣。光荣。你有。金钟奖。对。五字，成语。成语。女儿。名字。成语，五字。女儿，名字。望雨成风。女儿名字。他的心情，那是他的心情。啊。路遥。路遥。猪。帅哥。路遥知马力。那我就讲快一点。如果说你已经吃过了，我就慢慢讲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他是七天哥。好像结束了。对呀、啊。吃了。你现在吃饭没啦？快来给他吃饭了。没有，现在还不知道你答对的题数跟那个奶哥的题数谁的题数多。要比赛。哦，对啊，在比赛。是哦。但是七天哥你很厉害的啦。七天哥刚刚最后是透露出他的真心，因为路遥跟他讲说女儿，成语，心情啊，路遥那什么，望女成凤。说真的，我还不知道我发挥这一句成语。很厉害哦！他讲出路遥知马力的时候，好像已经过两分钟了。过，所以七田哥是答对四题，对啊，险胜。可是已经很棒了，对，七田哥超棒的。导致奶哥，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，哈，导致奶哥五题，我们会觉得有点少哦。有点游戏王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是压住压奶哥的。Yes。哇！这个，
香蕉饭，对，香蕉叶包的泰雅族传统的料理，里头有马告啊、咸猪肉，还有小米糯米饭。好像是说姐讲的那个阿拜呀，这个茶是火眼金睛，火眼金睛有了，好紧张的发养生茶，喝了对眼睛很好哦，金睛，火眼金睛。哎，那饮料等一下。如果能够让我再重来一次的话，你会选谁？我会选择不要玩手机。这茶蛮香的，有个甜清甜味。嗯，这个里面就是有很香的那个马告的香气。真的？嗯。好了，那一个一个去听线索喽。你可以问一个，我是不是谁谁谁？我唯一的线索就是第一关，第一关是胡瓜跟阿西巴是在我们那三个里面。好，那我就问，今天前两关都跟我同诗然的爸爸，我是胡瓜吗？是。哇，出去太爽了。请问花花是胡瓜吗？花花不是胡瓜。这样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爸爸，对，你可以协助帮别人吗？是。哦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爸爸是谁了，那我就在帮娇娇问一下。那我的问题是，请问鞋子哥是娇娇的爸爸吗？鞋子哥不是娇娇的爸爸。鞋子哥，好，收到，谢谢。下面一位，好，来，我来。你在理是？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爸爸。啊，你已经确定了？那你刚刚看？然后我是帮别人问的。啊，还可以问别人？鞋子是这样吗？如果再问我输的话，我看可不可以跟别人交换。你心机真的好重，很厉害哦！请问我是黄西田吗？就是孙杰志是黄西田。嗯，请问我是阿西哥吗？蔡黄哥是阿西哥。请叫我幸运女神，谢谢。请问花花是阿西吗？花花是阿西。谢谢，谢谢。请问我是胡瓜吗？春秋不是胡瓜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请问仁甫哥是焦恩俊吗？人格不是焦恩俊。